仙气飘飘的分子姜撞奶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分子料理大师何海辉，今天和大家做一道全网最浪漫的分子料理。首先我们来做姜撞奶，找个专业的工具榨出100%的姜汁，那千万不要加水啊，这是好吃的关键。这个时候呢，姜汁会慢慢榨出来。好，这一次呢，我们用的是奶油，因为它的打发效果会更加的好。把姜汁撞入奶油，加上砂糖，搅拌均匀。来，教大家做一个零失败的发泡小技巧。奶倒进红吸瓶，装8分满，然后打气。腰马合一，大力摇8下啊。第二步，关键的液态氮冷冻技术来了，倒入液态氮，来把奶油挤进去，冷泡2分钟。借用一下你女朋友的玫瑰花，让我们放到液态当中啊。仙气飘飘、啵啵脆的玫瑰姜撞奶做好了。你学会了吗？那赶紧艾莉男朋友做给你吃吧。